你可别激动啊！我没事，你说吧。 冉志高，是你亲弟弟。报告巡座，日军在撤退，我们是否乘胜追击？撤退呀！这个时候怎么会撤退？他们再猛攻一阵，我们就守不住了。会不会是诱敌之计？报告，73军来电。 冉军长亲率两个团，以击溃我军正面之敌，请军长派兵协同73军，共建三敌。好，刘副官，到，传我的命令，全线追击。是。冉天明，你真的来救我了。 我々は今の位置だ。終盤強すぎたら今回の目標にたどり着く十ジャンだ。隊長、我々はこれだけの荷物を持っています。ランジェイガーを振り切るのは無理です。そうだ、だからこの荷物を全て捨てるしかない。さもなければ今回の任務を達成することはできん。しかし爆薬を捨てたら一体どうやって空港を爆破するんですか。まずは部隊が十ジャンにたどり着くのが先だ。でないと意味がない。 这是德国的最新产品黑索金，威力比 TNT 还要大，而且性质十分稳定，除非在定向爆破中，否则一般不会使用。地图。
有件事我说了你可别激动。我没事，你说吧。冉志高是你亲弟弟，这虽然听起来很离奇，但这都是冉志高亲口告诉我的。那年你爹被杀，你娘被抓进冉天明家的时候怀着孕，七个月以后生下了冉志高，他也是刚刚才知道。志高，让他接受你这个亲弟弟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出发，芷江机场。冉鹏在，立即传令，就在村口布置工事。少爷，你怎么知道吴北川他们没过去呢？吴北川他们穿的是军靴，几十个人踩在土地上，不可能不留下痕迹。再说了，你看这个村子，显然很久没有人经过了。时间不多了，立即下令。どうやら一歩遅かったようだな。あの野郎、翼でもあるのか。隊長、まだ奴らが落ち着かない間にこの隙をついて突撃しましょう。黒田、我々の今回の目的はジュージャン空港爆破し大本営の1号作戦に協力すること。それに見えないのか。敵軍は我々の数倍兵がいる。突撃したら大きな損害を受けるぞ。たとえ全員玉砕してもジュージャンにたどり着きます。もういい、俺に方法がある。こら、ここで随時戦闘に備えろ。俺はチェンチャに戻る。通行証を作るぞ。通行証？中国人が我々に通行証を作るはずがありません。安心しろ、俺のためには作るさ。第一小隊、ついてこい。田明兄，罗军长，罗某惭愧，儿兄不计前嫌，冒死来救，此生无以为报，请受小弟一拜。
现在局势不好，我们该怎么办呢？哪个英雄不好色，哪个美女不怀春，哪个英雄不好色。站住，过来。我听周老爷说，今天你在大街上调戏他的闺女了。你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呀？那个逆子，你听我说，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打过你。今天我必须要好好的跪着跪着。哎，过来。谁啊？水警队的，有紧急情况报告宋专员，快开门。好，来了来了。干什么？别！你们什么人？宋专员，别怕，只要你乖乖的合作，你的家人，我不会动一根汗毛。合作？合作什么？就凭这个，这么晚了还不睡？那睡不着？看什么呢？没有。你为什么还不跟志高相认？我也不知道。说心里话，其实我特别想喊他弟弟，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喊不出来。你还怨恨他？也许接受他还需要点时间吧。别难过，不难过，和我没什么关系。睡吧啊，睡饱了打小日本。今天我只想说两个字，感谢。感谢你们能够放下仇恨，共御外敌。我知道，多年来，我冉天明与百
日寇西侵，国难日急，你部积极浴血奋战，使敌寇退避三舍。此次长城之战打出了骄人的成绩。为此，国防部决定授予73军军长冉天明青天白日勋章一枚，中正界一柄，嘉奖大洋5000。另外，嘉奖73军全体官兵30000大洋，以资鼓励。下面，请冉军长上台领奖。下面，请冉军长讲话。兄弟们，日本鬼子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的土地正在遭到践踏，我们的同胞正在被日本人屠杀。在这国家危亡之际，我们身为军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和日寇血战到底。在此，我冉天明要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在战斗中不怕牺牲，浴血奋战，为我们73军赢得了荣誉。你们是战神的子孙，是咱们湘西的骄傲。正因为你们，才有了我们73军今天的殊荣。这样的殊荣，我冉天明不敢独占，因此我申请将此枚勋章授给那些已经战死和正在英勇战斗的将士们，请长官批准。还想告诉大家，我为自己准备好了一副棺材，以随军中行走。我冉天明做好了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因此这把中正剑
あと10分待って。もし隊長が戻らなかったら、攻撃を始めるしかない。報告します。北川少佐が戻られました。監視を続けろ。はい。早くしろ。待たせたな。いえ、ちょうどです。我々の敵団中川の率いる精鋭たちはまさに向こうの端に駐屯している。突破できるかは分からん。我々には人質がいるが、奴の性格は分かっている。たとえ自分の親を殺されても奴は引き下がらない。よって諸君の任務は団中川と部隊を橋から引き離すこと。団中川と部隊が橋を撤退次第、俺と黒田が残りの隊員を連れて、ジュージャン空港に突撃。これを爆破する。諸君は必ず、ここで死ぬ。我々も、ジュージャン空港を爆破した後、中国軍に包囲され、玉砕するはず。出発。起立！
石峰兄弟，别按团长命令，全都撤回去，走吧。志宁，撤！志宁，爷不是你们黑旗大队的，用不着你们管。兄弟们，跟我走。走。无组织无纪律。